演员陈龙和张灵芝的宝宝九九转眼呢已经10个月了，长相遗传了父母优良基因的小家伙不仅帅气可爱，还颇有观众缘。张灵芝只要在网上上传他的萌照，就会有一批粉丝跟着干颤。可是光看照片有啥过瘾的呢？还不如跟着我们新娱乐在线的独家镜头去陈龙新戏的片场，看看那真真切切的小九九。大家好，我叫九九，又见面。或许是遗传基因的缘故，10个月大的九九对着镜头就已经有着本能的亲切感。这不，一看到我们新闻在线的摄像机，九九就不自觉地瞪大了眼睛。这次与生俱来的明星范儿，让奶爸陈龙都有些吃醋啊。干嘛？出来，出来看。你看，都盯着宝宝。你们心里还有龙哥吗？心里有我吗？你们？我们是龙少，我们就喜欢龙少。以前他出生之前都叫陈龙，叫龙少，然后他出生之后，陈龙就变成龙老。你看，都像我，你看他喜欢你吗？九哥好像也挺大。谁说的？谁说那句话？俗话说得好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自愿被拍死在沙滩上。你看陈龙一边在不停地抱怨着儿子的行情比自己好，一边又小尖脑袋地想跟儿子套近乎。他什么都不会。你有什么都不会啊？他会陪儿子玩。我承认，他陪儿子玩的时候，儿子还是很喜欢他的。那变着花样跟孩子玩，你会吗？你玩的所有游戏都抄袭我。要见得说他陪的孩子多，然后孩子就会跟他亲一点。那孩子，孩子见了我就完全是怎么可能狂一点？没有，是因为好神奇。每次回家，孩子看到我就啊，爸爸，不是爸爸，他是很神奇。他的那个，他是很神奇，说这谁啊，这谁啊，这谁啊，然后就跟他玩，跟我肯定亲好吗？又回来了。不说陈龙，这孩子跟谁亲可不是说说就行的，事实胜于雄辩呀。一次次主动示好，一次次又被无情拒绝，陈龙是要将厚脸皮精神发扬光大。我跟儿子有暗号的。什么呀？啊，哼，来，你看他不理我啊。陈龙所经历的这一切，在妻子张灵芝眼中都是咎由自取。买了很多书啊，他一页都没翻过。爸，什么，1岁之前的孩子应该怎么照顾？但是我觉得啊，现在我在此告诉所有广大的女性朋友，我们想让男人做的事情，男人未必适合做。所以像我这种给他买书的行为呢，大家就不要再参照了，因为一点都没有用。有，那买了然后我拿去看。哦，好吧，我放下。看着张灵芝吐槽陈龙头头是道的样子，电视机前的您一定以为私底下这个妈妈应该是很搞得定小九九才对，可是事实却是。我们家九九就是这样的，真的。多酷啊！我天天就要跟着他，然后都像，就觉得谁都一样，所以他不认人，谁都可以抱。再来一次。来。其实这仅仅是个开始，此后不管在剧组工作人员怀中，还是在我们新的在线记者的手里，小九九对陈龙和张灵芝视而不见，堪称新一代的淡定哥呀。走了，九九，我们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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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走了，完了。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。哎，他给面子吧。九九。看到儿子这么不给自己面子，陈龙和张灵芝也逐渐从一开始争风吃醋的对立阵营统一了战线，互相吹捧起来。只要别添乱就好。对啊，只要赚钱养家就可以了嘛。家里有你就够了。I love you 。行动在线，北京独家采访报道。